打朋友欢迎嚟到恐怖一粒钟嘅晚上啊！佢今日买咗檸茶俾你饮啊，多谢。冇酒甜嘅，惊你肥啊，所以就酒甜，就冇乜甜味。好啊，啱噶啦，啱噶啦。系啊，特登开心噶啦，其实嘢每次一杯嘢饮，我足够噶啦。系咪？因为头先我买饭嘅时候，我送噶嘛，唔系送嘅，我唔想饮。咁我唔想饮啊，留俾我。系啊。哦，都好啊。讲梗系冇所谓啊，有嘢饮就好好啦。梗唔系啦，特登 order 噶，黐线。嗯，得唔得？点啊？吓，系啊，石兰柠茶喎、啊。今日去交收应该系啲听众嚟噶，佢话你真的太瘦啦，你唔好再减啦，叫我呢排真系冇专登减肥，但我都系瘦咗两三磅，我忙得滞。系，帮你宣传下啦，见你咁好，好啊。佢有口罩卖嘅，60元盒，系啦。我自己买咗三盒同佢，系啦，咁就靓嘢嚟嘅，系啦，有晒欧盟认证嘅，有晒三房嘅，系我试过嘅，系啦，但系佢讲明声系 made in China 嘅，系啦，但系 OK 我试过，系啦，吓，咁就一盒有50个，系，佢有晒应该95% 三个认证都有嘅，系啦，咁佢其实咧佢话95% 以上嘅，因为咧佢话本身擠個倉都好耐啊，咁所以咧嗰啲 percentage 會慢慢遞減嘅。佢呢個商品説明條例其實係有唔係佢有出廠日期嘅，我睇到嘅，即係佢係2020年出廠嘅。佢嗰啲其實驗過曬咧係有98%、99% 咁樣咯。咁運費到付你自己俾運費啦，入錢就你揾佢啦。咁可以點買咧？可以面交同埋你口罩大王啊嘛！你一日出100-200箱啊，而家聽日出应该差唔多超过2000，请唔请执货啊？系咪啊？系咪帮手啊？请唔请细佬执货啊？我好贵噶，吓，应该又叫唔起你啊？咁我同你8000蚊一日，我同你将所有口罩喷晒一啲消毒嘅嘢，抹晒先送俾啲客啊嘛。啊，好啊，真系啊！你知唔知我呢一排连人都唔系几敢见，因为我成日都要交收口罩嗰样嘢咧，我惊我自己有咩事咧，大家买口罩送货咯。系啊，咁我就惊有啲咩事咯。咁点买咧？点揾你咧？啊，可以喺我Facebook page 度揾到我，或者 Facebook 嘅account 啦 ，IC Yang 或者Strawberry IC 杨永贤揾到我嘅。咁就message 你话系啦 ，message 我话要几多盒。其实咁啊真系平嘅，讲真。系啊，嚟紧好似会出埋呢个有颜色嘅。吓咁啊，系啦，独立包装嘅嚟紧。系啦，即系贵啲嘛，日本口罩 OK 嘅，咁但系有啲人佢成家好多人佢真系冇乜钱噶嘛。系啊，同埋我好大部分嘅客人系攞去捐噶。其实呢我你叫我买我就唔会嘅，但系咧我就捐咧我就准备会同你买去捐嘅，因为我发现有一班friend 佢话龙屋嗰班人冇，即系龙仲有龙屋嘅龙嗰班人冇口罩，咁我就谂住同你买啲捐俾佢哋咁样。系啊系啊，我都觉得应该要参与下。咁你喂咁你捐嘅你唔好拣啦，系啊系啊，我唔可用啊，啱先吓。佢系啊唔够，我都唔够去捞，讲真一句。我都唔够去捞，即系老实实讲真一句。我你知唔知？琴日半夜4-5点仲喺度同个 friend 倾紧嚟紧嗰啲，即系又系生意上面嘅嘢咁样。我话咩识口罩嗰啲嘢。射住啊！真系讲真，第日哇咁讲。讲真真系射住啊！呢行嘢冇乜嘢，冇乜钱赚。有其他嘢噶嘛？捞啊捞下，点知有冇第啲嘢捞啊？射住啊，系啊，啱我捞嗰啲，记住叫埋我啊！我哋快啲拍啲食面片咁样样卖下面咯，又系。想见多你几面啫，都系。都 OK 嘅，唉，总之射住啦，唔知咩环境嘅依家系咪先？即系四个字，坐困愁城，总之明点解咯？细个读书嘅时候，我呢个真系唔识喎。坐困愁城啊嘛，有个字系一个典故啊嘛。即系咩意思啊？唔记得咗啊！细个睇，细个睇成语动画廊啊，系啊，死咗出埋年纪，呢句嘢嗰个公仔样衰到扑街，成语动画廊啊嘛，系咪先？坐困愁城啊嘛，吓。其实佢冇赚钱嘅，冇嘛60元盒，你谂下攞翻嚟几多钱啦？咪赚几蚊盒？系啊，真系啊，同埋制造嗰个系香港人嚟嘅。同埋每一次啲人话捐嘅咧，我自己俾埋运费，其实件事我喺度贴嘅。吓，即系制造嗰个系香港人嚟嘅，咁佢自己生产嘅。系啊系啊，不过佢间厂就喺香港，喺大陆咁解啦。系啦系啦，有注册嘅香港都。我买咗几盒嘅，我试过嘅。有晒欧盟，因为有啲老人家，有老人家咧，你俾佢咧，其实咧佢又。即系唔成日用，或者系用几个啊？系啊，要定期咧上去咧，将佢用过啲抌晒佢，俾佢用新嗰啲嘢。系啊，呢排我成日都耐唔耐又系买啲嘢俾我妈，因为佢唔知咩血糖高啊，买个电饭煲俾佢嗰啲咁样，我好开心。多谢多谢，我俾翻钱咧，系咁塞钱俾我。我都谂住买啲俾阿玲。
系啊，系啊，买咩啊？口罩。系啊，系啊。哦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唔系，我为咗买韩国啲俾佢廿几蚊个嗰啲。哇，唉，唔同人唔同命。讲笑啫，我真系唔会咁做咯，大佬。你听住啊，你听住啊，到时阿玲啊收到啊，所有点解啊？所有 benefit 咧，一有男朋友就会 stop 晒嘅。一食饭夹钱喂，我系唔关事噶嘛，我哋系拍档嚟噶嘛，你话嗰啲我哋同你冇，我同你个关系系即系我有男朋友都 OK 嘅吓、啊，我有男朋友都 OK， 你又唔系 OK 嘅、啊，你食饭唔使夹钱嘅，从来都吓，从来唔使夹钱嘅，第一件，佢、有男朋友就要夹钱。食嘢啊，啲咩啊，茄粒垮啦啊，茄粒垮啦啊，都唔知系好事定唔好事。咪咯 ，seven 卖五蚊同你计。你唔会，你唔会，你唔会。好啦，今日咧，为你准备了一啲鬼故，系啱你听嘅。点解咁讲咧？电单车，哇、哦，吓、啊，正喎呢个。唔知你听咗之后你会惊咯，定还是你会揸车嘅时候会疑神疑鬼啊，影住咁样。我哋上次都有讲过一啲电单车，琴日有讲电单车，今日都系讲电单车同埋、第一次讲啲电单车嘅鬼故，同埋第二次讲咗少少。几恐怖嘅一啲大约地方嘅一啲传说嘅嘢。嗱、我哋睇一睇今日讲先。嗱，讲咗电单车咧，其实咧好多地方系有电单车，周街都有啦，包括台湾啦咁样啦。咁、但系咧，我想讲咧就系、我留意揾咗系咁 search 电单车嘅鬼故啊，咁咧就揾唔到，其实好多嘅啫。咁、我就讲几个唐人嘅，跟住讲一个鬼佬嘅电单车嘅传说。第一个咧就我见到有一班人咧就玩电单车咧，佢就 po 出嚟，佢喺台湾嘅。佢咧有一次咧，佢夜晚咧就经过一个坟地。然之后就去咗水塘，咁去咗水塘咧，就见到哇个几靓个水塘，就停低咧喺度睇下月光先啦。有时即系好热啊，揸电单车嗰日，佢除低个头盔凉一凉，抹下汗咁样咯。跟住又食支烟咁样咯。点不知咧，佢突然之间咧食下烟嘅时候咧，就唔知跌咗烟头定咩啦，就执嘅时候咧，就见到地下咧有一个铜钱啊，即系嗰啲古代嘅铜钱啊。哇，咁嘅嘢喺度，执翻去睇下值唔值钱就执咗。咁执咗就继续揸电单车。点不知咧，全程咧，佢到后镜咧，见到有一阵白烟跟住佢啊！仲唔系拉烟？唔系死嘢喉出嚟嗰啲烟，系一阵白烟，侧边咧好似一个人咁飘嚟跟住佢啊！其实冇乜可能，你谂下电单车嘅速度，即系你唔会无端端有嚿云嘅东西或者烟嘅嘢一直跟住你背脊噶喎，系咯？咁跟手咧，佢就谂下，喂唔对咯，咁揸翻转头。摆翻低个铜钱喺一个 exactly 嗰个位置，佢知道嗰个铜钱。系唔好意思咁样，系我当时我执咗嘢，系同你抹干净清洁晒啊，系同你留翻喺度得噶啦，唔使跟住我走噶啦。跟住咧佢开翻车走，同一条路，相隔真系唔够十分钟，乜嘢烟都冇、完全都冇，咁我就好惊。咁另外咧揸电单车嘅人咧都会讲出有两个好经典嘅鬼故嘅，第一个鬼故咧就系、通常你揸电单车玩完就回屋企啦，成班人啦。你而家冇参加啦，你以前有参加啦，电单车会嗰啲。我以前系有啊，即系而家冇。系啊，咁你又喂你冇受欢迎揸电单车会系女。我觉得最型系着短裤跨过电单车嗰下。我好少女噶嘛，其他冇。一有女啲人就扯住噶啦嘛。少咯，少着少而家去呢啲，因为我成日觉得我自己跟唔到人哋车尾啊嘛。咁个经典鬼故咧就系、通常咧走嘅时候咧，你就认得其中有一架车之前同你一起玩嘅。举例啦，系一架Honda 咁样啦，就黑色 Honda 6666咁样车牌啦。咁你走嘅时候咧就后边你开得都几快，赶住翻屋企啦。点不知个666部 Honda 吆一声就超过你，你睇住佢过咗你前面嘅。好啦，咁咧。嗰条譬如又喺条隧道度咁样啦，大佬山隧道过咗你一次咁样啦，其实唔俾爬头啊，但系唔知佢违规啦。跟住咧，你就临出隧道嘅时候咧，又见到佢过咗一次。吓吓，又违规？即系咁似嗰啲搭地铁啊，跟住啲人咧就下一站湾仔站一开门之后，下一站又系湾仔站又开门又系湾仔。呢个经典鬼故咧，就最后屘咧，通常咧就系你停低咗喺个71度买嘢食，就见到佢部车摆喺门口，就行去问佢。头先你点解可以过完我一次又兜翻转头过嗰一次嘅咁样？跟住嗰个黑色康达就同你讲，我冇行嗰条隧道喎、我冇行嗰个隧道。但系认得个车牌噶，冇可能噶吓，系嘛？系啊，咁、其实点解会有咁嘅情况出现呢？通常咧都系鬼魂啊，跳即系、引你跳机咧，等你开快啲。如果你咧当其时一心红跟上去咧，你就会炒车啦。就系咁咯。即系外国，仲有一个好经典嘅，喺外国嘅，就话说咧，有一个差人咧，
嗱呢张相有鬼噶，大家大家留意一下。嗱，话说有一个差人咧，佢就泊喺个路边嗰度啦，就等啲车经过。以前就雷射枪咁样啦，咁咧超速佢就追你噶嘛，俾罚款噶嘛。咁咧佢又一路追追追追追，追到去咧，哇架电单车好快，突然之间咧电单去唔见咗佢踪影。咁四围喺度兜啦，跟住咧就兜到个电单车就企，即系坐咗喺度，就泊咗喺侧边嗰度啦，一个黑色骑士咁样啦。咁差佬就即刻响灯行埋去啦，咁样行到埋去嘅时候咧，睇住个电单车成架，即系好似拍戏咁样唔见咗。哦，吓、啊，你有冇听过呢个鬼故啊？好经典嘅外国。咦，我记忆中我见过条片，但系好似唔系电单车，系一架私家车嚟嘅，又系咁追追追追到去一个铁丝网，跟住之后就咦唔见咗咁样咯。我就记得有一个咁嘅画面。而香港咧，关于啲电单车嘅鬼故咧，其实咧就唔系好多嘅。最邪咧就系同一个地方啦，同一个位置啦，又系有交通意外。每年都系有啲交通意外啦。咁其实嗰啲系交通黑点嚟嘅啫，即系交通黑点令到比较多人喺嗰度，即炒炒揽山啦，属于所谓咁样。即可能系一啲回旋处啊，特别急嘅弯啊，嗰啲其实都系交通黑点。同埋最惊咧就系电单车咧，就系有时会望左右到后镜咧，见到后边啊，咦，明明冇人嘅，好似多咗个人啊咁样嗰啲咧，最多呢啲呢类型嘅鬼故啦。咁咧呢个鬼故咧，呢个传说嘅鬼故就发生喺加拿大嘅。咁话说咧，你有冇话加拿大边度啊？有。Mississauga 在 Ontario 嘅，即系安大略省嘅，即系以前我哋你唔系啊，你温哥华啦，我住喺度。咁嗰度咧有条路咧就好长一条直路嚟嘅，系咪就系途中呢条路啊？就系途中呢条路，咁佢比较咧系好难揾嘅。嗱，佢佢讲啦 ，sometimes in 呢个1968咁上下啦。咁有一个铁骑士咧，佢就一路行行行行，咁去到尽头嘅时候咧，佢就近住有一个码头嘅。点样知咧？佢就收唔切仔，就撞落去咧，就系死咗。咁死咗之后咧，即系飞落海啊！佢点炒炒侧边咁样咯，就死咗啦。然之后咧，佢个灵魂咧就从来都冇离开过呢条路嘅。咁好多人咧就会揾翻嚟捞出嚟咧，就去灵探。咁咧佢出现嘅时候咧，好奇怪嘅。佢点出现咧？嗱，佢一路你一路行啦，行緊嘅时候啦，咁你知呢条路呢啲好窄㗎嘛，即係单线双程行车㗎嘛，咁你见得前面有个车油灯照埋你嘅时候呢、你通常都会慢少少靠，譬如你右线啦，揸右线，你靠右线等佢喺左边嗰度过咁样啦。咁呢嗰个车嘅车油灯呢会不断喺度向近过嚟嘅、但当你喺度等嘅时候呢係冇车过㗎。吓冇车过。即係你见到前面好大眼灯，你觉得係车。跟住之后，最尾系消失咗，连眼灯、连架车乜都消失咗。系啦，而佢过嘅时候咧，你见到 feel 到嗰啲灯过嘅时候嘅速度咧，系非常之咁快嘅。有啲人咧就见到长期，咦后边有个车照住嘅，但系等佢过先啦，佢追住你咁样，即系啄尾嗰啲咧，又系冇咗嘅。即系有一个幽灵嘅电单车咧，就会喺呢度出现嘅。咁好多人咧就去呢度想试下感受下究竟呢架车会唔会出现啦？到夜晚嘅时候，亦都咧去揾下呢段根源喺边度啦。佢就周围访问附近嘅人啊，问下佢哋喂，呢度发生咗咩事啊？系咪真系有鬼啊？咁样啦。咁有啲人喺附近咧就养马嘅，你见到左边咪个农场嘅。咁呢个有个人就行埋去问佢啦，问嗰个阿姐佢话喂。是不是有人在那死的？他说我没有知道、啊、可能很久之前、我不知道。他说有没有鬼、他说没有鬼、我没见过这里有鬼、不过久不久有人来灵探，那我就、不知道了这样。但是呢、同一个条路呢 有不同的居民的嘛、有其他居民呢你去问他的时候呢他跟你说真的有的、他说不止一次见到这只、电单车的鬼魂呢、男人就是出现的。唔止一次，即系佢有人话见到，有人话见唔到啦。后屘咧，有一个人咧就系咁走去呢度调查啦。佢又影咗啲相嘅，咁影咗啲相之后咧就见到好多能量球喺度。头先第一张相咧，日光日白唔会有能量球啊嘛。咁啊系啊，佢日光日白都见到有啲能量球。但会唔会系当你开闪光灯嘅时候，所谓嗰啲尘就会容易啲反光而日头唔会嘅，日头唔会，日头唔会，日头好少。系咯，我多数见到系嗰啲黑白闭路电视嗰啲先会咯。嗰啲实会嘅嗰啲，系咯，亦即系我攞部相机影，依家熄咗，即系有微尘噶嘛。系咯，有少少光啊会。然后咧，嗰个鬼魂咧，佢唔系净系咧冲过咁样pass 咗你见到嘅，好高速度咁样，佢有好多种方法玩你嘅。系点啊？嗱，
首先呢，你如果揸电单车呢，咁你会听到附近周围啲声音㗎嘛。係啊，特别应声嘅。好应声。那个鬼魂呢就会喺你旁边嗰度呢，首先呢有时会唱歌。哦、然后同你讲嘢。哇。同你讲嘢。讲啲咩㗎，大会。佢叫你个名字。哇。佢 Icy， 你过嚟后面呢咁样。哦。佢会叫你玩你嘅，即係叫你过嚟旁边嗰啲地方，叫你过嚟后面啊咁样。其实佢嘅原意係咪真係想你冇命有交通意外嗰啲咁嘅嘢呢？定系纯粹真系玩啊？你就算了，但未试过有人喺度咁样死嘅。哦哦，即系佢应该系整蛊下咁。可能佢系，我怀疑呢个人系走唔到，不断喺度行紧呢条路。咁、哦、见到有人嘅时候，咪想 draw 你 attention 啊，或者你帮到佢咁样啦。会唔会有佢可能觉得佢自己仲生存紧，佢唔知道自己挂咗咧？因为可能好突然期内嘅死亡。唔出奇噶。系嘛？咁佢有时咧会唱歌俾你听啊，沿途咧、嗯、即系你一路揸电单车，你知道有段距离啊，系咪先？佢一路唱歌俾你听啊。嗯。啊，你惊唔惊啊？如果咁样，惊、啊。如果听揸电单车有人唱歌，我谂其实都几惊，因为咧你戴住个头盔嘅时候，有阵时你分唔清边度方向嚟嘅声音噶。嗯，系啊，即系你感觉上好似四方八面，因为你戴住头盔嘅时候，你就会即系某程度上你遮住只耳仔噶嘛，所以你分唔到方向噶。嗱，你揸电单车又好啲，你见唔到佢嘅，佢通常有声音叫你嘅。你揸私家车啊，扑街啊！揸私家车金好多噶。点啊？佢趴喺个车头度吓你？我怀疑佢系俾私家车搞到炒车死嘅、哦。你揸私家车咧？佢会突然之间喺你个side mirror 嗰度侧边见到佢出嚟，跟住一经过嘅时候咧、哦，你见到嘢俾佢过啊嘛，佢一经过嘅时候咧，会拍你个窗，兜嘢好大力，扑一声拍你个窗。呢啲先惊，我反而系觉得系啊，佢拍你个窗，哇，扑街咁拍我窗啊！咁你梗系好兴啊，系咪先？然后你梗系motherfucker 咁样乜乜啦，佢喺前面经过嘅时候咧，你睇住佢嘅尾灯系消失咗嘅。咁你知道俾鬼玩嘅，系佢唔中意私家车嘅呢、這个人。反而我觉得突然期内嘅好大声，砰一声或者有人叫声，我会觉得惊过佢细细声喺你耳边度，嗱嗰啲咯，我觉得。咁咧呢、這个人咧，佢就死咗唔知咩事啦。有两夫妇咧就走去调查，佢问晒所有人之后咧，跟住咧佢就走去试啦。咁佢试咗好多晚啊。喺度试，佢话啲会唔会真系有鬼啊冇鬼咧咁样？咁佢哋初头就话呢两夫妇咧几啦无聊，好啦无聊。佢咧又揾到个石头，系个石头咧就由嗰度开始，嗰段路咧系最容易见到呢只鬼嘅。哦，咁佢咧开头等越行就呢、這个就系之前嗰个码头咯。佢呢个码头炒车死啦。哦，吓咁咧又等等等等等，佢慢慢一路好慢好慢好慢喺度行，系行咗一段路咧都唔见嘅，跟住咧点不知咧？去到咁上下，佢同佢老婆就停低啦咁样，即系而家佢即系俾啲郊外嗰啲星星吸引住啊。佢我哋喺度等一等啦，咁样等一等。佢呢啲相佢影嘅，佢等一等之后咧，佢真系见到咧，嗱呢度黑到咩灯都冇噶嘛，系咯，街灯乜都冇，吓，即系麻木黑黢嗰啲地方嚟噶嘛。佢等咗一等之后咧，佢真系见到前边咧有一点光，慢慢好似车油灯咁飘埋嚟。我突然间打冷震，跟住佢老婆。喂，嚟啊，嚟紧啊，咁样，咁佢等嗰个光一路过嚟咯，但系从来都冇出现过喺佢侧边，咁但系佢真系揾到有光，嗰点光喺呢地方出现，见到咁样样啊？呢个应该系 stop sign 嗰啲嚟嘅，即系嗰啲 sign， 咁佢只不过影俾你睇，佢真系佢影唔到，佢话佢远处见到喺森林嗰边咧，系真系啲光经过啲树影咧，好似电单车咧喺度系咁行紧埋嚟嘅时候咧，即系闪下闪下咁样嗰啲灯咯。系，但系右手边都似系有车经过，你见唔见到？即系哦，嗰啲唔系，嗰啲唔系，嗰啲系城市里边屋嗰啲光嚟嘅啫。系啊，嗰啲唔系，车油灯边度照到咁远啊，大佬、哦？就系呢度有啦。咁佢揾咗好多日嘅喺呢条石度等咯。即系呢，我就呢个石系一个 mark 嚟嘅。系啊系啊，佢真系等到。吓、嗯、嗱、啊，你讲开咧，交通意外嘅。鬼故啊，系香港咧就好少发生嘅，外国咧、嗯、就、啊、香港试过发生过一单，系关于乜嘢？嗱，如果你炒车咧，即系香港啦，即系如果你炒车意外咧，你通常即刻会俾人发现，因为城市太细。哦，啱啊，啱啊，系啊，系啊。咁香港试过一单好恐怖嘅车祸咧，就系喺好多年前嘅彩虹西贡出彩虹。
啊，唔系 ，sorry， 喺太子道经过彩虹嗰阵时候，右手边有条路系转上去观塘绕道嘅。咁有一个人咧就通新年嘅，有四个人通新年嘅时候咧就打完麻雀，系，咁就揸车翻屋企。嗯，凌晨嚟嘅。嗯，点不知咧佢转弯入去嘅时候咧，一条线咧就去观塘，一条线就入沙田嘅。嗯，佢咧就突然之间谂咗一谂，行错线就抽出嚟，点不知个车快咧就怼上个驳道，然之后咧就即系天桥嗰个驳，天桥嗰个驳就跌咗落下边嗰度。哦，下边嗰度系啱啱咁啱系冇人行嘅一个地方嚟嘅。哦，反车即系嗰度十几楼咁啊跌落去，即系死梗啊，四个人死咗。嗯，第二日先俾人发现嘅。哦，因为嗰个静得滞定系咩？静得滞，香港试过一次啫。一两次啫，就系发现嘅。咁但系外，但系佢下边系唔系马路嚟嘅，系下边唔系马路嚟嘅，即系天桥底嚟嘅。佢真系跌咗天桥底嘅空地嚟嘅，即系依家彩怡花园行过去嗰个位嘅。系系系，嗰四个人就身亡咗。哦，就试过一次咁样。但系外国咧好多时候咧，你知佢啲 highway 侧边咧有个 U 型嘅位嘅。哦，系即系备车柱咁样。唔系唔系。系咩？嗱，条 highway 咧就向前行啦，嗯，即系两条线啦，咁样啦，啊，四条线咁样啦，如开一百噶嘛，系啊，佢侧边冇咁多钱起围栏噶嘛，点，哦，起啊围栏，系，哦，嘛？于，哦，是乎咧，佢又将佢下陷咗一个 U 位，你冲落去嘅时候，会嘣一声浪一浪，回出缓冲一你嘅冲力嘅，系系系系，你记唔记得？我知边啲啊，系啊。即系等你就算炒车嘅时候，你唔好咁金啦，浪一浪你嘅车底，等你嘣一声就。我即系我试过我啲 friend 炒车，我坐过啊嘛，系真系有用啊嘛。同埋或者侧边即系太长嘅直路，佢侧边有啲凹凹凸凸嘅嘢，等你个人醒一醒，噔噔噔噔噔咁样样噶嘛。吓，咁咧，但系咧喺外国你嘅时候咧，如果你无端端喺啲地方炒咗落去，唔知啲咩地方咧，系冇人发现你咧，然后你两嘢就会死，你会冻死噶嘛。哦，咁啊系啊，嗰啲天气你会冻死啦，系咯，冇人理你嘅时候，你部车可能当你失咗踪啦，其实你根本死咗喺侧边，好多试过啦，外国跌落湖啊咩。以为佢失踪，点不知原来最后尾，哇！咁啊，原来死咗喺度。有一单咧好出名嘅鬼故咧，佢个名叫 A 三车祸。嗯，点解 A 三嘅？咩意思啊？个型号嚟噶 ？A 三系一个 highway 嚟嘅。哦哦哦，应该系英国嘅。系。咁咧就当其时咧，成日咧就有人哋报警啊，就话咧，喂，见到有一车炒车，哦，炒咗喺侧边咁样。啊，咁报过好多次。同一条 highway 同一个位置不停地喺度报警，不停有人见有啲汽车经过，见到有人报警话有人炒车，同埋系大家报警都系同一架车炒车，系同一个车牌号码，系系同一个颜色咁样。咁呢啲通常呢啲电影先会出现噶嘛？啊系得噶啦，知噶啦，好电影。跟住通常有个新仔就会走出嚟，喂，我哋即刻去睇啊，打唔使去啊咁样。系系系，一年多次啊咁样，点解啊咁样？通常有啲鬼故就系咁样玩出嚟噶嘛。但我觉得呢啲咧系要好耐年前发生先会有人信，即系而家科技咁发达，去到喂你影张相啦，即系冇可能你每个月同一日同一个时间，你都会影到同一个架车喺度有交通意外啩，系嘛？即系以前就真系易啲信咯呢件事。唔系，系近年嘅，2022年嘅。咁总之有一次咧，差唔多到 Christmas 啊 ，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。跟住咧，咁啊，12月11日，大约系夜晚啱啱入黑嘅7:20。嗯，咁咧当其时咧，嗰个 patrol 咧就收到个 call， 就系话喂 A 三嗰个位置啊，有人炒车啊，又系同一部车啊，车头开住边个方向啊，炒咗落侧边啊，咁样喺呢个边个路啊路段嗰度，你过去睇啦，咁样。咁点样知咧个？唉。那個人就唉冇計啦 ，call 曬台要去咧，明知可能是鬼嘅，咁啊即刻走去那度睇。咁點不知咧？佢去到嘅時候咧，冇炒車，乜都冇，然後完全冇撞過嘢，即係擺明係又係鬼啦。即係其實可唔可以揾翻報警嗰幾條友，真係問翻佢究竟係咪真係大家定係玩嘢咧？哎点不知咧呢条友咧，我想调查就真系哇扯啊！佢突然之间咧个心就谂一谂，点解咁怪嘅咧？成日有啲个警察嚟讲啊咁怪啊咁样，咁突然之间有心灵感应啊，就好似唔知咩驱使佢咁样啦，就跟住一路佢不如我再真系睇真啲呢个系咪有人炒车咁样？佢继续行入去揾，
搵，即系草丛嚟嘅，可能系。系啊，佢应该嚟喺伦敦附近嘅西部嚟嘅，草丛树林入边咁样搵嘅。佢搵下，扑街啊！俾佢搵到有部车，嗰部车上边咧有副骷髅骨头，系死咗化晒骨噶啦，已经，即系唔系今日死嘅，死咗好耐嘅。哦，佢即刻哇咩料啊！即刻 call 上台，喂，搵到个有交通意外啊！但唔系依家，应该死咗好多年噶咯。咁佢就打翻到系验啦。咁 check 翻呢个人系边个嚟嘅？原来咧呢条友咧，佢之前咧系报咗失踪噶，俾佢屋企人，就唔知佢去咗边度啊。咁就报警啊。原来咧佢翻嚟嘅时候咧就揸车咧，唔知冲咗入去一个好隐蔽嘅地方咧，就系死咗。咁佢死咗嘅时候咧，仲有部手机喺度嘅。佢部手机最后尾咧，未死之前咧，应该打电话咧，系俾佢即系谂住求救。唔知佢系鬼打定还是佢死咗先打噶啦？佢冇打去求救，佢打俾佢阿哥。即系个电话系应该系佢死咗之后有拨出打过俾阿哥，着咗一秒打俾佢阿哥。会唔会系嗱科学点解释啦？当系架车冲咗出去啦，当系过咗可能一两个月之后。你条尸虽然冇人发现或者冇人喐过，但系佢会唔会系即系可能风吹啊，唔知落雨啊，刮风啊，跟住之后可能条尸跌一跌咁样样就揿着咗个电话啊，唔会几个月后已经冇晒电嘅咯。嗱，咁呢单系真系好出名嘅鬼魂嘅事件啦。系咯，嗱唔止一单嘅呢啲嘢咧，其实咧喺美国都同样出现过相同嘅事嘅，就系咧有条友啦，佢就喺 Kansas 嗰度住嘅。佢又系唔见咗嘅，2004年嗰阵时，又系2004年发生嘅。佢2004年嗰时唔见咗，咁屋企人成日揾佢咧，因为佢最后屘出现咧就同好多人去一个 party 度玩嘅，玩完就成日翻屋企，今日唔见咗。点不知咧，佢就喺佢离开 party 大约系即系五个 kilometer 嘅地方嗰度就炒车啊，佢就冇人知佢炒车啊。点不知咧，又系咧定期咧有人 report 咧话嗰度有部车炒车。咁卒之咧有一次咧，个差佬咧就。好奇怪啊！咁喂，点解成日有人报炒车嘅咧？咁样，因为报嗰啲人系唔同地方嘅人嚟噶嘛，即系唔会夹埋一齐玩嘢噶嘛。同埋佢哋冇将呢件事公开咗喺嗰啲media 度讲啊嘛，即系你唔会大家夹埋同一时间玩嘢噶嘛，系咪先？玩都玩第二个，唔会讲同一部车啊，同一个颜色啊，同一个撞车嘅方向噶嘛。佢系四围揾啊，佢嗰个人又好放假时候真系揾啊，佢卒之咧。在个斜坡下面咧，系揾到嗰部车咧跌咗落去啊，同埋嗰个去 party 玩嗰个人系咁死咗。我喺度谂紧咧，如果我系嗰只鬼啊，我已经重复咗撞咗咁多次车，点解啲警察都仲未揾到我，好惨咯！你谂下，我搞咗咁多，我都啱啱死啊！你要我咁样令到咁多人见到我炒车嘅发生嘅经过，其实佢应该都用咗好多嘅灵力啊嘛。但系我就想奇怪一件事咯，点解嗱呢啲炒车有啲咁嘅 case 咧，就可以印证到系真系有鬼嘅？即系你头先佢影咗电单车咧，佢就话喺呢度啲光喺呢度睇住佢慢慢喺度行咯，但系佢见唔到有车咯，即系佢经过呢条之后一定要经过佢条路嘅，咁佢就话冇办法啦，真系唔知道部车啲光喺边度嚟嘅，即系唔知系咪鬼火啦，冇理由咁光噶。呢啲佢影相嘅啫，即系唔知系咪鬼火啦，好奇怪。点翻翻嚟现场先？点解咧？谋杀嗰啲人咧，唔会重复又出现边个杀佢？咁我咪知边个杀佢咯？边个杀？我觉得都系睇佢死咗之后个灵力有几高嘅啫嘛，即系唔系咁容易。点解撞车死咗啲灵力会高啲，而谋杀死咗啲灵力冇咁高咯？我觉得系，我就觉得奇怪咯。睇。佢有计数噶嘛？会唔会系你生前做得好事多，跟住你个灵力死咗之后会高啲，定点样样咧？我真唔知啊！好多时系咯，有啲人就真系消即系死咗之后就完全消失咗噶咯，即系唔会变空屋啊！嗰样嘢佢点解佢呢两个人咁劲，可以不断重复撞车，而经过嘅时候见到哇撞车就打翻去报警咁样？系啊，即系咯，如果谋杀嗰啲。如果以呢个道理嘅话，所有被谋杀嘅人都应该可以报到梦或者重复到个过程。系咯，万一经过嗰度有人奸杀，咁就见到哇有人强奸，咁一行埋去，喂报警有人强奸，抄嚟就冇咁样。系咯，我真系谂唔明啊呢样嘢。系咪好奇怪啊？系啊，即系当中呢个灵魂里边咧，究竟佢系点样咧？我咧仲未掌握到一个有计数一个
一个 pattern 应该分 level 一个 pattern 好似打机咁样打大佬啊！如果我叫你去头先嗰条路到电单车嗰度，你会唔会啊？我都 OK 喎，呢啲即系呢啲又 OK， 但系惊嘅，我觉得都冇啊！咪自己逼你揸段路咯，然之后叫你睇下见唔见到个男人出现咯。因为第一样嘢，我会排除咗有鬼之外，可能会突然间人冲出嚟咧。是啊，咁所以其实都有危险性嘅。喂，唔好玩啦！头先个地方边人冲出嚟噶，你惊嗰啲咁嘅喂 ，queen 嗰啲出嚟好过啦。唔系，即系咯，可能动物啊或者乜嘢，因为我真系前嗰排咪试过嗰啲咩，个好大只嗰啲叫。翻工之前大家都知道我试过。Dia 嗰啲系咪叫我唔记得咗？鹿系啊，嗰啲唔知乜鬼仲好鬼多嗰啲啊嘛。系啊，所以其实都。你见过箭猪未啊？好似见过，我又系记得。揸车半夜同个 friend 去唔知游车河，跟住见到一只好似咁大只嘅嘢，跟住之后系一条条好长嘅，跟住就向个山上面行咁样。我上次咧好好笑咯，香港见到我。我上次咧喺某郊野公园嗰度玩啦，咁样啦，咁唔讲得咁样。做咩野外露出嚟去？唔系唔系唔讲得。其实夜晚俾喺单车嗰度。哦，系咩？哦，前面咧。我一路行前面有只白色嘅箭猪，好大只嘅。哦，系啊，好靓，好大只。系咪嗰啲？系咁一路喺度行，好大条噶嘛，向后噶嘛。我费吓亲佢，我都唔喐。但系佢喺度行，跟住嗰条路又窄，跟住我又唔喐，我又就我车头灯又照到佢嘛。我照到佢嘅时候咧，哇！咁个箭猪咁得意咁样，系咯。其实会唔会攻击人嘅咧？我真唔知。喂，你行埋去，梗系怼你啦，冇玩大佬，一副都系嘅，笃到。咁啊系。我休息一阵，转头翻嚟再讲。